暗恋是一个人的地老天荒，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人，想要回你讯息早就回了，你还在奢望什么？等不到就不要等，真正爱你的人不舍得让你等。每次我给你发短信，你总是很长时间才回复我，你也总是只回复一两个字，于是我变得不再跟你说话，但并不意味着我不想你，而是你让我觉得我在打扰你。哪天我们不再坚持了，我们之间是不是就这样结束了？你是我意外的勇敢，也是我不得不放弃的纠缠。如果一生中只能实现一个愿望，我希望永远待在你身旁。有时候想想，没有你我也一样，不过是多红一次眼眶。有些事有些人不是真的想忘记就一定会忘记的。不知结果的爱恋，让预言猜测，欣喜、欢愉、嫉妒、忧愁，充斥生活里的每一秒钟。暗恋的美好，在于我们都期待每一秒的悸动。青春的美好，在于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你也在暗恋人吗？喜欢我们的影片吗？那就记得捧个场，按个赞，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啦。另外，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每集的精彩内容哟。